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凯恩。你们看今天我穿到酱油美术稿，就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了。对，今天我就是要拍一个我很久没有拍的系列，就是画画系列的影片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会一家人一起比赛画画。本来我只是打算跟我妈妈一起比赛画画吧，可是我的爸爸跟我的哥哥就讲他们要参与这个挑战一下，因为他们讲他们在行动馆最近他们没有东西做。现在我们就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参赛者。第一个参赛者，我的爸爸，你觉得你等一下会画到怎样？我画到怎样啊？其实我没有看过我爸爸画画啦，所以我很好奇他会画到怎样啊。就是很厉害画画的人就不会是讲话的了，我也不是很厉害画，不过妈咪是我的徒弟了，是我教他。叫什么？所以你是妈咪的师傅啊？还可以讲讲。不过我三十多年没有画了，退休很久了啊、今天就来画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看一下我的实力啊，实力。Okay. Yes. OK， 我们去到第二个参赛者，我的妈妈。嗨，我曾经有讲过，我的妈妈其实她是一个很厉害画画的人来的，很多认识她的人都会叫她画家。没有。对，然后看这些画都是她画的，这个都是她画的，然后这个也是她画的，然后这个是我妈妈画到一半还没画完。你觉得你等一下会画到怎样？因为我有很多年没有拿过那个她的 pencil， 小学上四年级用到现在就没有再用了。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要用那个颜色笔来画。所以你会担心跟我比赛会有压力吗？其实是蛮有压力一下的，因为我妈妈真是很厉害画画。其实如果我跟我妈妈比赛的话，我觉得我妈妈肯定会赢了啊！我也是知道我会输啊，可是不用紧啊，我们就看等一下我们画到怎样啊。过后我们的第三个参赛者，我的哥哥，哎呦，我是，对，我是一样啊，我是跟爸爸也是一样，就是厉害的人通常也是不会时常去画了啦，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见识一下。OK， 来，过来全部过来，我们来讲我们的游戏规则。我们游戏规则很简单，第一关呢，我的哥哥跟我的爸爸就会画这里，我在上网找到了一个苹果，然后呢，当他们在画着这里苹果的时候呢，我跟我的妈妈就可以去骚扰他们啊，捉弄他们啊，就是我们可以去烦他们之类的。接下来第二关呢，就是我跟我的妈妈就会画这个 burger， 当我们在画着这个 burger 的时候呢，果果跟爸爸就可以来骚扰我们，就可以看你们有什么用什么方式啊，你们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啊，就直接都讲话怎样就可以啦，弄你们时间多久，你们要多长时间的话。第一关的话我们会甚至30分钟的时间给你们画，然后第二场的话我们就会限制1个小时的时间，因为这个 burger 比较难画。对， OK， 可以开始了没有？计时开始。OK， 对啊，我们就挑战开始。OK， 所以现在呢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你们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给你们看30分钟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来。我看你没有这样子。哇，看起来爸爸还是很专业的哦。Professional 哦。哎，你这个是四方形还是正方形还是圆形啊？哇，很厉害哦，爸。来，你们要吃香蕉啊？你拆给我吃，我现在很忙啊。有点缺盐啊。OK 啊，你看这样子，我是拖延你的时间，你懂吗？生了这个香蕉。那我不要打扰你了，我觉得你说的比较多啊。让你用心去画，爸爸还是有点水准的哦。很好笑哎，你画到狗，你画什么东西哦？把狗狗重新画过了。很认真的，你看你们根本没有出声哦，很认真哦。狗狗就是很像不是苹果来的嘞，差很远呢。是啊，还没画完。觉得我给你们太多时间了，30分钟有点太多时间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给10分钟的时间就够了。这苹果都不容易画，你要画到它很细腻哦。真的弄到画匠了，他们很像，真的弄到画匠了。你们还有5分钟时间，哪有啦？你看我哥哥画的这个苹果，黑色的苹果，他这边涂黑色，烂鸟。这个是银质的。在你面前吃 burger， 嗯，哇，很好吃，它这个肉哦，那个弹性，你一咬进去哦，有那个弹性，天，这就是爽啊，是不是？你讲是不是？什么来着？没有了事。哇，真的很好吃哦，它里面有放个鸡蛋啊，那蛋黄一咬就爆哦，是不是？他狗狗要吃吗？简直就是，啊，把你手都画下去哦，把你手都画下去哦，不错哦，有水准一下嘞，又很专业。怎么要做？怎么要做？到底你在做什么嘞？怎么画到一半要做那个纸？画到怎样？啊，这个又画手了，这个。对啊，看到我爸画手，也要画手啊。看起来你像我不想要秃了，这样。你这样乱乱秃了是吗？对。他看到爸爸了，他已经投降了。对啊，这么你要做呀？其实，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做？你看不到有 3D 吗？看你哦，看到吗？看你有 3D， 哎，哦，红起来了哦，哇！
因为画是这样子画的，要弄它去一滴一点哦，就这。还有名称哦，这个画，这个画的名字叫做《上帝的苹果》。签名，你们现在还有五分钟。其实已经看起来你已经画完了啦。那边呢？你画完了吗？完成。你介绍一下你的画，为什么你要叫这个苹果上帝的苹果？因为太美了。要是 3D 的，你看到吗？狗血的哦，看起来你很满意你画的哦，一直给那个相机看。我真的宝宝最美就是画那个手最美啊，讲真的。OK， 搞定。OK， 我是搞定了。OK， 你们在下面 comment 哪一个是最美的苹果？你看宝宝画到全部汗，你看汗水都下来，真怕了。看宝宝的汗，你看宝宝的汗。这个画是我刻了30多年的第一幅画，人生的第一个画就是这个苹果。这个苹果呢，就是 an apple a day keeps a doctor away。OK， 今天这两个苹果已经画好了，所以现在呢，就到我跟我的妈妈一起画这个，比赛画这个 burger， 准备好吗？我准备好了。我是那个评判啊，我讲上来上啊。OK， 现在我已经准备好水还有布。哎，这个它的偏色哦，你涂的时候，然后你可以用那个水彩来涂的。哎，你 try 给我看，我没有用过哎。对，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笔啊，我这个不是打广告啊，我只是给你们简简单单介绍一下吧。说哦，如果你涂黑色是不是？然后你涂红色。哦，看到吗？可以掺在一起，很神奇耶，差不多这样子，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啊。然后你再掺多一点颜色，再涂它就可以掺在一起，这样哦。这个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蛮难画一下。就你觉得，你们觉得半个钟里面可以完成吗？就是我要一个小时多，可能两个小时都不够。今天就是我们要画刀，我们很想吃的啊。OK， 一二三，开始，半个钟时间啊，换鸟啊。有这么多什么事情吗？时间跑就了啊。不用给我们这样大压力的。交叉，我只好用你 liquid paper。找不到交叉，可以用你 liquid paper。哇，怎么还在这样快啊？没，突然厉害了。哎，走开！喂，不要，走开！快点，你张曼。不要。给三狗狗。这个 burger 真的是很难画，这个芝麻要一粒一粒画出来，真的是很难，真的是画到我眼花了，那芝麻。叮叮叮，时间已经过了，你们的纸拿走，不能画了，来，那不能画了，对吧？你们这两个参赛者即将被淘汰。叮叮，苹果赢，我们苹果组的赢了。OK， 对，小姐，他们画得很专业，我们现在再给到他们半个小时。OK， 没关系，对对，来继续，画，暂时画这样子，画得很美。我领先了，领先了。旁边的牛排人家煮得很香，这样哦。海恒的不美，还没有煮到红豆面包不了，那个肯定还没有红豆。我们肚子饿了，我们要吃啊。继续，马上看。哎，不要我，画完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已经画完了。这个是用一个钟头的时间。我个人觉得啦，我觉得我的有点不美啊，因为哦，我用这个 liquid paper 来画哦，然后弄到它有一个疤痕这样啊。OK 啦，不要求这么高。就是给观众来投票，哪一个比较美？不是，我看你的朋友就是说你的面包比较大一点，他面包是比较小一点。妈咪的就煎到比较浓一点呐、啊，然后有点太重胃口。这是 King Burger， Burger King， 这个是 McDonald's 是小哥。对对对。哎，跟那个原装的有什么分别？来，我看一下，对，这是原装。你们看下去哪一个比较开胃一点？你们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开胃一点。OK， 还有这两个，你们也是可以在下面留言，这两个哪一个比较美？我们两个一定赢了的，我一定赢了，果果的一定拿第一名，因为果果的苹果有毛了，它毛了，生毛了。OK， 现在我们去问一下我们的嘎嘎，看一下哪一个比较美。格木拉斯哦，印尼阿道印尼，等第几个？印尼啊，哦，比你赢了。
看看吗？马拉讲这边，赢你啊！哦，我赢啊 ！Yes， 各位我赢啊！我们的主意。OK， 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要 like 和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记得不要忘记开那个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